出道至今，他凭借着出色的演技，也呈现了非常多优秀的角色，收获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我们也期待他在今后的演艺道路上呢，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，让大家看到多面的魅力和在表演上的成长和蜕变。其实邢飞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哈，期待未来在大荧幕上能够给我们诠释出不一样的他。小心裙子，谢谢邢飞。接下来。